会宁时间，书记坐下 ，Lescib 阿库皮。这是卢浮宫埃及馆收藏最著名的杰作，它是公元前2600年到2350年的作品，出土于沙卡拉，距离现在呢已经超过了4300年。但是我们看到哈，年代如此久远，却保留着完整的色彩，可以看到古埃及人为石雕上色的经验。尤其他的双目呢，炯炯有神，眼睛的瞳孔镶嵌了不同颜色的石头。我们看到下唇的白色，皮肤的褐色，毛发的黑色，搭配成栩栩如生的感觉，让人非常的惊艳。埃及雕像呢，重视写实，书记的胸部和小腹的肌肉都未经美化，传达出人体的真实感。似乎他非常专注于自己的书记工作，认真聆听朝政，也认真记录。会宁时间，法国巴黎。